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根气两个字。那我自己啊，觉得这个根气啊，实在是跟这个轮回有关系，轮回有关系。佛教啊，本身是讲这个轮回的，也就是有多世，每一个人啊都是有多世的这一种轮回。那为什么啊可以知道有轮回呢？很多人都对这个轮回的事情呢、比较这个好奇跟去探讨。有的时候啊，你是用观察就知道有轮回。对自然界的观察，你可以很仔细的这个看出来，像太阳啊，每天从东方啊这个出来，然后落到这个西方啊，从西面下去，白天晚上都是在轮回，整个宇宙的现象啊，春夏秋冬啊，都是在轮回的。很简单的看呢、你那个海水啊跟河水，它有这个涨潮的时候，有落潮的时候，这个也是在轮回。水啊，涨潮啊，落潮啊，都是在轮回。整个天体的现象，你看那个宇宙啊，这个九大行星、太阳系还有彗星，按照天文这样子去观察，它本身都有一定的轨道在走，也是一种轮回的现象。轮回的现象，这个大到整个宇宙天体、小到个人，你自己本身呢、这个血液啊，也是一种轮回啊。你身体的这种现象都是一种轮回的现象。所以轮回啊，可以讲是佛教本身的一个，它本身的一个啊，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环。根气啊，就是从轮回所产生。啊，有人讲说，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啊，这个出生啊，这个点呢、应该都是平等，然后在以后后天的努力啊，才有这个产生啊啊不同。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事实上不是这样子，天生的有很多都是天生的，天生的有很多天生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智慧的，很有智慧的，有人天生就是很愚蠢的，也有天生就是天才的，也有天生呢，他本身就是一个白痴的。由这里观察，他有所谓的前世、现在，有所谓的未来。从自然界观察，根气啊，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我们谈到根气啊，其实有三种。一种是正的根气，一种是特殊的根气，一种就是啊这个破的根气。破的根气，那整个我们这样子观察这个根气、了解到我们这个学习啊佛法的这个过程、有的很快，它是特殊根气，所以它很快成就；有的一步一步的渐渐的成就了，那是正根气；有的反复无常的啊，一会儿信啊，一会儿犹疑啊，那么一会儿这个啊是很热啊，一会儿就冷啊，
有的是热，热个一阵子，冒泡，热的冒泡，但是冷的也快，冷的跟冰一样，热的跟烤红的这个是那个炼啊，那个铁一样的那么热。那冷的时候就像冰，这个是一反一复，如同潮水啊，一上一下。有很多弟子是这样子的，所以这个卢师尊啊，看众生啊，就如同看那个潮浪啊，在站在海边呢、啊，看那些那个潮啊，啊，一波起来又下又上又上，又上又下又上又下，人生如同潮浪。真佛宗的弟子也跟潮浪一样，一波涌来啊，都平了、啊，又一波又来，一波啊未平啊，另外一波又起。这人生啊，真的是潮浪的。能够恒久修持的，有这个道心坚固的，事实上也不多。那个破根气啊还是多，正常根气也不少，特殊根气就很少。要找到特殊根气啊很困难，特殊根气啊是说你前世已经有很有修行了，你已经修的已经快满了，师父只要给你一点一指点，你马上就成就了，这个是特殊根气。在这世界上啊，要有这样子的特殊根气很困难，我们是要很微妙的这样子观察去寻找这样子的特殊根气，一点就成就的这个是少数，这样子是特殊根基。为什么他能够慢学而有那么大的成就呢？主要他是个特殊根基，因为他不是没有学，而是他在过去世当中啊，早就禅定功身，快要成就了，所以他来见师父的时候一经指点，他马上他就开悟，这个是属于特殊根气。但是这种特殊根气很难很难有，可以讲万人之中啊不得其一，甚至于啊这个百万人之中啊千万人之中啊不得其一，很少，一般的是属于啊泛泛之辈啊，泛泛之辈比较多。这种泛泛之辈啊，假如能够他的根气啊还是固定的，没有破，还不错的，他慢慢修啊，将来也会成就，他慢慢的这样子修持啊，他将来也会成就啊，渐那个叫做渐悟啊，渐渐的啊去成就的。那特殊根气也是顿悟，一刺激他他就开悟了，他一个跌倒他就开悟了。哦，他这个是比较厉害啊，撞破头啊啊，这个他就开悟了，这个就是很特殊的一种根气啊。今天先讲到这里，Om Mani Padme Hum。